知情人爆料，白百合现在每天哭。儿子已知晓一切网。一娱乐4月17日报道。白百合这事还没完。今天中午，全明星探爆出某知情人谈白百合出轨的语音。据该知情人语音爆料，白百合陈宇凡早在2年半以前便已分居，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。儿子元宝一直由白百合带，陈宇凡则可以随时去看孩子。白百合目前停止拍戏，整日待在剧组酒店里休息，以泪洗面，助理经纪人等24小时全陪同。知情人还透露，二人分居的事实陈宇凡父母一直知情，但白百合父母则不知情，他们对外也一直维持完整的家庭。为了照看孩子，他们住在同一小区的不同单元。而白百合和张爱鹏是在饭局上认识的，张爱鹏此前曾经被传爱上富婆，被称为少妇杀手，他疯狂追求白百合，而白百合与他建立了关系后，本次被拍到也是完全处于不知情的情况。爆料人称，这件事对白百合打击很大，待在剧组酒店里也停止了目前的拍戏计划，经纪人等全程陪护。而元宝也知道了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情，还称这个家是怎么了，港媒曝光阜成今日宴年开舞席。香港迎娶方圆网一娱乐4月18日报道。据香港苹果日报4月18日报道，51岁郭阜成上月被港媒爆料同29岁的女友方圆 Moker 在香港秘密注册谈恋爱不到2年， Moker 已经成功入城。 Moker 今天凌晨在 Instagram 晒红色新娘鞋，即有报道称长城今天将在半岛酒店举行婚宴，一直有传 Moker 怀有成种，可以说是双喜临门。据知婚宴年开约舞席，起初只请双方亲人及经理人小美，据知好友张智霖、沈佳薇等亦会出席。知情人爆料，白百合现在每天哭。儿子已知晓一切网，一娱乐4月17日报道。白百合这事还没完。今天中午，全明星探爆出某知情人谈白百合出轨的语音。据该知情人语音爆料，白百合陈宇凡早在2年半以前便已分居，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。儿子元宝一直由白百合带，陈宇凡则可以随时去看孩子。白百合目前停止拍戏，整日待在剧组酒店里休息，以泪洗面，助理经纪人等24小时全陪同。知情人还透露，二人分居的事实陈宇凡父母一直知情，但白百合父母则不知情，他们对外也一直维持完整的家庭。为了照看孩子，他们住在同一小区的不同单元。而白百合和张爱鹏是在饭局上认识的，张爱鹏此前曾经被传爱上富婆，被称为少妇杀手，他疯狂追求白百合，而白百合与他建立了关系后，本次被拍到也是完全处于不知情的情况。爆料人称，这件事对白百合打击很大，待在剧组酒店里也停止了目前的拍戏计划，经纪人等全程陪护。而元宝也知道了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情，还称这个家是怎么了。